忘记之前的约定，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掌声鼓励，谢谢怡蓉，给我们的林怡蓉带来好听的歌曲。对，哇哦，哎，真的哦，星光帮的魅力，哇，真的是哦，很棒，对不对？接下来也是星光帮的这成员要来到现场了，而且是非常有动感的一位，最动感的，哇，皮肤算是啊最健康的颜色，对，没有错，而且呢长得也很正，很辣，我跟你讲，感觉上是那个像美国的 Beyonce。哎，对，真的有像哎，哇，是谁？他非常会跳舞哦，不够大声。让我们欢迎叶伟霆。Okay。我的心里。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问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问，让你们看上一个明白，看我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们没有他，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求你们是我梦想，求你们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问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们留下，对着你把心来问了，让你看上一个明白，看我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要相信我的情谊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只有你们叫我牵挂，只有你们是我梦想，心里没有他。Oh yeah! Woo!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Wow! 哇，好过瘾啊！而且你的动作好棒哦！真的，哎，谢谢。看他演唱就好像在看演唱会一样过瘾，那种感觉。而且我就把台动那台下气氛整个带动起来。真的，我好想走下去。我好喜欢你的肢体语言。对呀、啊，其实你可以走下去，无所谓的，大家还会配合你，对不对？跳下去，对呀、啊，用跳的，谁要接住我啊？哇，很多人都要接住你，那边他已经举手了。哇，为了他，哇，愿意耶，哦，不得了，真的。而且他的舞蹈目前来讲算是哇，上面的朋友哇都叫你小叶，对不对？对对对，哇，小叶，真的很棒，对不对？对，热力四射的。对，而且我觉得他的舞蹈目前来讲哈，算是我觉得少数女艺人跳的是最有那个黑人的那种味道。对对，而且刚刚那个手势简直像巨星一样。对啊，但是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旁边这位女主持人，然后。他本身会写舞谱，这你有第一次听到了吧？舞谱真的没有见识过，没有见识过，对不对？而且他本身啊，我跟你讲，我也没见过拉丁舞，然后肚皮舞，然后 hip hop， 然后头转，然后他都会。真的假的、啊？没有在开玩笑的啦，我跟你讲。那我就必须尬舞一下了。当然要稍微尬一下了，好不好？好，宜萱输人不输阵啊，好不好？你是舞蹈老师哎，好吧，我拼了。对啊，好不好？来拼了一下，好不好？来来。好，那大家多多包。不要为很重。来，你拿一下，我帮你拿麦克风。来，宜萱 ，Yeah，Check it out， 哦，又又又又又，哦哟，哦耶，哇哦 ，Woo， 哇，哇 ，Oh yeah， 小钟哥，小钟哥，小钟哥，哈哈。这个舞蹈真的是很少见。喂 ，Stop！ 这个音乐不会停的。这个音乐不会停，其实还蛮过瘾的哈。对，还蛮过瘾的。真的，我们还是输你啦。没有没有，好像在这里开 party 哦。好像 party 对不对？对，真的。其实好过瘾，听他的一首歌绝对不过瘾。大家接下来还想不想听动感的歌曲 ？Yes， 来大家点唱好不好？再来点唱一下，想听他的什么歌？我该得到。我先看一下哈，可不可以换一首？换一首英文歌曲，我觉得不错。小甜甜布兰妮唱过的哈，听说你下一首是一首英文歌曲的。对，这首歌曲我跟你讲很过瘾哦。对，舞蹈也是更多喽。对，好，那我们带来这首，哇，我英文不大好，你来讲一下，念一下这是什么？你自己讲吗？哎 ，taxi 哦 ，toxic， 差一点 ，toxic 中毒的意思。哦，我一直以为是这首歌是叫计程车啊。taxi， 对对对 ，toxic， 对，掌声欢迎我们的叶伟霆小叶，谢谢。Oh yeah， come on everybody。Woo！Baby, can't you see? I'm calling a guy like you. She won't worry. It's dangerous. I'm bullying. They know it's babe. I can't wait. I need a hat. Oh, baby, give me it. You're dangerous. I'm bullying. Too high, gang.With the lead of police, I'm not a ray. You're toxic, I'm sleeping, I'm dirty. I'm a poison part of the day. I'm addicted to you, don't you know that you're toxic? And I love what you do, don't you know that you're toxic?
gave you all. I took a sip, I found my double cup. So lonely, it's taking over me. Too high, can't get down. It's in the air, so we're out. Can you feel me now? 你为他声音。When the dealer police are not ready.I know what to do, but you know that you're toxic. Toxic. Taste of your looks, I'm on a roll.谢谢。超辣的。接下来哇，又是这个非常非常红的一个团体来到现场了。真的，大家一定耳熟能详。而且我跟大家讲，大家到 KTV 一定会点他们的歌，尤其是男孩子啊。哦，那他的每一首歌几乎都是如数家珍啊，而且那种声音很高亢，可以把你的情绪整个唱出来。对，而且他们算是一个这个合唱团体，双人的，四个字的。这个团体算是台湾啊排名第二的团体了，而且听起来很有动力，仅次于修比都华的一个团体。我们在比修比都华好太多的一个团体，而且是得过金曲奖的。对，而且很资深哦。他的声音都是很呐喊。哇，高音都是飙得非常非常的高，你应该知道吧？而且那种原住民那种台湾族的那种情怀。对，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动力火车 ！Oh yeah！ Woo！嗨，现场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了你，你才抓住了我。你逗留多久？我没有问过。痛痛哭了你，你泪湿了我。你被谁伤透？你从没有说。就断了寂寞的昨天的昨天，谁都不必道歉，只是哭会多一点。既然你爱错了我，认错是终点。如果你没勇气陪我到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倒不如就算了就放了昨天，你就在我眼前，等别再爱我一天，别看我，别爱我，别怪我闭上双眼。谢谢，谢谢 ，Thank you。
才抓住了我。你逗留多久？我没有问过，痛痛哭了你，你泪湿了我。你被谁伤痛？你从没有说。昨天谁都不必道歉，只是哭会多一点。既然你爱错了我，认错是终点。如果你没勇气陪我到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倒不如就算了，就放了空虚的昨天的昨天。谢谢。掌声鼓励我们动力火车带来这个哇非常高亢的一首歌曲啊，哇，跟先跟我们所有这个在场的这个嘉宾来问个好了，所有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好，台下台上大家好。好，哇哇，这么多年来还是维持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对啊，因为他们每天几乎都在打高尔夫球啊，运动，对，而且我跟你讲，都铺了5000公尺。对啊，哎，铺了都打70几杆呢，真的，多厉害！这算是我们演艺圈里面最会打高尔夫球的，就是他们两个。我们仅次于吴宗宪。对，宪哥哪是你们对手啊？宪哥是非常好的对手啊！真的吗？是，听说他最近退步很多哎。啊，真的吗？很久没有跟他打球了。啊，真的哈。哦，因为他最近比较走下坡。哎，不是，喂，有时间还是可以找找我师傅去打这个高尔夫球。对啊，不过真的感觉好像不太一样，就是说好像看你们两个打那个小白球非常文雅，好像你们应该去打什么篮球啊，还是什么？你呢？以前年轻的时候有打篮球，现在体力差了，就开始打小一点的小白球。其实不过今天这个讲到这个主题啊，其实你二位也有创作对不对？是，其实很多他们自己的歌曲啊，很多都是自己创作对不对？有几首都是。那你们创作的时候会不会把这个台湾族的这种，就是你从小的这种音乐素养啊，然后融入进去，他的风格融入进去啊？我觉得是自然的啦，那是会自然进去自己的音乐里面，就在里面，或者是自己的唱法都会有一些比较山地腔的。山地腔跟我一样，我唱有客家腔，对，类似的，都有时候都会有这样子。对，那可不可以教我们大家如何就是？你们唱歌的声音非常高亢，可不可以教我们如何把自己的 key 可以这样飙到很高啊？有没有什么方法？除了屁股夹紧之外，其实蛮难教的。一个观念好了，就是有点像那个我们在浇花有没有那个水管？如果水管是你都不把它压紧的时候，那个水就是这么大，对不对？对，你稍微压紧一下，那个水就会喷很远。不是，是他打，是他打小白球的时候打得飞很高的时候，他就。所以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可能喉咙稍微要压一下一点，对，那个声音就高，肚子要用力，对，肚子要用力，喉咙要变小一点，对，对，自己扣，自己找试试看那个方式，蛮多 people 的，其实有这种方法，可是我常唱高音，就是很容易声音会变沙哑，因为你们是修比都华。
动力火车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哦，如果飙高音，我不一定会输你，我跟你讲。真的哈。哎，你飙看看来。不甘心却不愿甘心放手，可不可以再高一点？哇哦！不甘心却不又甘心放手。上上吗？真的很高哎、欸，真的很高，有没有吓到？还不错，有没有气的感觉？真的很高感。因为你是主持人，我也不好意思让你落亏。好有风度，很有风度，很有趣的，而且也很冷，也很冷。那接下来要带来很高亢的歌吗？还好，这是一首好听的歌。哎，歌名叫做是《忠孝东路走九遍》。哇，哎呀，就在前面了哈，上完去走一走了。来，掌声欢迎《忠孝东路走九遍》动力火车。谢谢。这城市满地的纸屑，风一刮像你的妩媚。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如同无味，你有什么感觉？听见的每首歌曲都有我的悲，眼看见的每一个昨天都有你的美。哦，忠孝东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走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忠孝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的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这城市满地的纸屑，风一刮像你的美。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你有什么感觉？而听见的每首歌曲都有我的悲，眼看见的每一个昨天都有你的美。哦，忠孝东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的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哦哦，从小东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的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
忠孝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动力火车带来好听的歌曲，也来支持我们这个智慧财产权啦，对不对？反盗版啦，好不好？好，那接下来这位歌手呢，本身呢也是参加比赛出身的哦。哇，也是实力派的哦。实力派，而且他的爸爸就是很喜欢说笑话，所以他本身呢，哇，长得很帅哦，因为跟他爸爸没有很像啊，没有啦。他爸爸长得很可爱，他爸爸比较像山猫。对，他爸爸刚刚有在那边指挥。演员山猫。对，这位算是小帅哥呢。他们家一家都很了不起。对，都是好歌喉啊。都是音乐世家，然后都非常的具有才华，而且都会创作。对，我原住民的就是有优良的这个传统，真的都会遗传的。然后歌喉都很高亢。都很高亢，而且真的都很会唱。好，那我们以最热烈掌声欢迎我们这个算是超偶里面的超级偶像，对，表现非常优异的吴亦维，掌声鼓励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吴亦维，带来这一首《迟到》，可以把手借给我吗？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再来聊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他比你先到，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再来聊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他比你先到。他温柔又可爱，他美丽又大方。直到有一天，你心中有个他，你会了解我的感觉。爱要真诚，不能分恩相。说声抱歉，你在我身边，带着微笑，再来聊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他比你先到。他温柔又可爱，他像美丽又大方。直到有一天，你心中有个他，你会了解我的感觉。爱要真恩诚，不能分恩相。对你说声抱歉，对你说声抱歉，对你说声抱歉。谢谢，谢谢，谢谢，掌声鼓励。哇，吴亦维的歌迷也很多啊，你看来。果然是超级偶像，有人跳起来了。再一次，一二三。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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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呢，你们也很棒啊。对啊，这个实力不会输星光帮哎，对不对？太厉害了，哇，真的真的，吴亦维这现在表现得很不错，他不单单歌唱得好，我未来还可以
也可以主持节目什么的。我对他们家庭生活其实很好奇，因为他们一家三口大家都会唱歌，那你们是不是大家在一起就是好像啊没事啊就在一起哼歌练歌啊？没有，其实我们平常都没有在一起这样。平常大家都自己忙自己的，真的吗？对，然后后来要突然要叫谁，爸爸要叫那个姐姐的时候，就用唱歌，吉娃是这样啊，真的，我还会转 RMB。吉娃是独狼啊，对对对，你们家好浪漫，是这样，对对对。那叫你的话嘞，叫我就哎过来，那也差呀这。叫我比较不一样啦，比较不一样，对对对 对, 對，真的，其实真的很棒，他们一家和乐，而且他们今天我跟你讲，一家子都来我们这个地方了，对对，一家子都会唱歌，对，而且爸爸真的很可爱，刚指挥的时候跳来跳去，真的像一只小山猫，对，而且很能够带动这个气氛呐、啊，我觉得他们是实至名归啦，嗯，我觉得真的他们的歌喉是没话讲的，希望你能够这个，哎，接成你爸爸这个好成绩啊，好，希望，好吧，早日出片，那么多已经啊还没出片就有朋友在支持你了，对不对？对，希不希望他出唱片？对呀、啊，哎、啊，谢谢谢谢，自己多写一些歌，好好直接先加入这个 CSEC 好不好？先注册好不好 ？OK OK， 大红大紫好不好？好好 好, 好，那接下来还要带来什么歌呢？带来这一首也是刘文正的，他是《热线你和我》。好，那我赶快来欣赏我们这个吴宇伟带来这好听的歌曲，超级偶像，谢谢。这是一条情感的线路，属于你和我。铃声响起，那就表示情话悄悄说。除了我们，别人受伤，再有半秒钟。因为时间对我们来说，永远都不够。Come on。这是一条情感的溪流，联系你和我。思念时刻拿起话筒，热线轻轻拨，轻易沙子化成小雨，交响在两头。一段是你，一段是我，热线你和我。哈哈哈，热线你和我，快快上。哈哈哈，一起来，热线你和我。热线你和我，哈哈哈，热线你和我 solo， 来继续把手借给我，谢谢上面的朋友。这是一条情感的溪流，联系你和我。思念时刻拿起话筒，热线轻轻拨。除了我们，别人受伤，再有半秒钟。因为时间对我们来说，永远都不够。这是一条情感的溪流，联系你和我。思念时刻拿起话筒，热线轻轻拨，轻易沙子化成小雨，交响在两头。是你是我，热线你和我。哈哈哈，热线你和我。哈哈哈，热线你和我。这是一条情感的溪流，联系你和我。思念时刻拿起话筒，热线轻轻拨，轻易沙子化成小雨，交响在两头。一段是你，一段是我，热线你和我。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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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线你和我。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超偶吴宇伟。接下来这个也是哇，长得真的很漂亮。
他们家真的是男的帅，女的美，女的美，对，而且他的歌喉个个都有才华，对，歌喉真的是更棒，好不好？让我们以最热烈掌声欢迎吉瓦斯杜兰。Hello， 大家好，我是吉瓦斯，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新不了情》。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
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人潮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沉寂的大地像寂静的夜晚默默的哭泣。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